OK，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量化历史讲座系列。今天的讲座应该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场讲座。那么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其实大家很多都很熟悉并且喜爱的陈硕教授，来给我们结束本学期的讲座系列。那么我还是要需要简单的介绍一下陈老师，虽然你们都已经比较熟悉了。那么陈老师现在是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他的主要研究的领域其实很广，但主要集中于经济史、发展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主要的研究的框架是在这个中国。那么今天他将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也是他最新的一个研究，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这个研究，是通过从中国历史上的保留下来的传世名画以及它的产权变动来探讨一个大家所关心的社会流动性问题。那么今天我们也同样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史学家来这个共同探讨这个问题。这两位史学家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袁威鹏教授。那么袁教授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的主要研究的领域呢是企业，中国的企业史、金融史、会计史。同时也对中国历史上的这个精英和这个包括这个文化作品也非常的有研究。另外一位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云岩研究员，他的主要的研究领域也是包括企业史，以及这个中国历史上精英阶层的家庭财产等问题。那么他最近刚刚跟这个陈志武教授和林展教授，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官绅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我相信，等陈硕教授讲完之后，应该会有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讨论。那么，陈硕教授将会进行一个小时的讲解，然后接下来我们邀请袁教授和云教授来进行这个讨论。那么，观众呢，如果你们有问题，请随时留在我们这个 Q&A 这个 box 里面，好吧？那我们下面欢迎陈硕教授。请你这个共享你的 PPT。好，我先共享 PPT 先。好，志成可以看到我这个 PPT 吧？可以，可以。好，那我开始了。好 ，OK。好，谢谢志成的那个主持，也非常感谢陈老师邀请我参加量化历史的这个讲座系列。那待会儿呢，两位老师，一个 袁鹏老师，还有云老师的点评，我也非常期待。这篇文章呢刚刚完成啊，他的合作者呢是南京大学的这个经济学院的那个尹彦飞同学。那我想给大家聊一下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呢有点点特殊，就是它是基于纯粹基于我的个人兴趣所写的。然后呢，写的过程中呢，我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文献积累。大家也知道，这种中国一旦涉及到中国这种传统的东西，都其实水都比较深。那作为我如果没有文献积累的话，其实我不是很清楚整个的这个研究的走向。我待会儿呢讲到中间的时候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给尹飞同学在做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整。那这些调整呢也都是非常初步的，所以我非常期待听到各位老师同学的意见，任何意见。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想到这篇文章的原因吧。平常呢我个人爱好呢就是比较喜欢看画，但我绝对不是那种专业的像很多的画呢，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它的名字，反正就是最初的印象就是一个票友。比如说这幅画啊，这幅画我知道，这幅画作者是卡拉瓦乔，他很著名的一幅画。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就觉得这幅画给你带来的影响，就是它填得满满的，所有的地方都填满了。然后呢我们再看另一张这个西洋画，这是梵高的，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都知道这个它的。那也一样的，就是我们不管它的题材，就是全是填满了，所有的颜料都分布在各个地方，没有任何的空间。好，那我们在看中国画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其实
中国画是有大量的留白的啊，就是那种云里雾里的，就是很多的地方都是空白。那这个呢，也显示出东方的这个跟西方的这种在这个画作上一个很典型的差异啊，就是留白多留白少，全部填满。可我相信应该在美术史或者是艺术上，他们是应该有专门的这种名词去描绘我刚才的这个差异。但是呢，我当看这些中国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它所谓的留白其实并不是纯白，其实上面有非常多的东西啊。等我们仔细看的话，你看这幅画它背后，其实按理说我们想象应该是云彩，但是云彩上面不可能有字的，也不可能有印章，其实上面盖了特别多的印章和这种字。那这些字呢，可能是他们收藏家写在上面，也有可能是收藏家托别人写在上面啊。总之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章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其中最主要的呢是这种收藏章，就是这幅画是我的，我就盖了一个章来彰显我是收藏者啊。好，那这就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想法，这些章是干嘛的？如果这个章是能够知道作者的身份的话，我是经济学的背景，我第一反应是这不就告诉我他的产权是谁了吗？好。所以说呢，但是呢，我在想到这个，我只想到我可能知道它的产权，但我模模糊糊的觉得这个研究应该是挺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上面这些章特别多，我估计去识别它们就是个很大的工作量。然后呢，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如果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讨论，在经济学上我们更加在意，理论这个学科的话，你做了一些简单的描述，在经济学科是不是能够接受？好，所以说呢，我就想我们先找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来做一下，看看这背后的故事是不是很精彩，然后再决定大规模的投入。好，那我要是做的话，我就肯定给我的合作者，我们找一个中国最出名的字画。那我想，如果说大概有任何初步的知识对于中国的字画说最出名的，那肯定就是快雪时晴帖啊，就是王羲之啊。快雪时晴帖呢，其实啊，这个所谓的画心就这一点啊，就是这20多个字。那这个是相当于中国古代文人顶级的这个赏玩之物了。这个上面这个他们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个巴掌大那么大一个地方，它就是王羲之写给一个朋友的一个手信啊。那当然，王羲之肯定写了非常多，但是留下来的就这一个。然后呢，如果在上面你都盖章的话，那么点地方你肯定就盖满了嘛。所以他们就在两边就不断的裱，所以说使得这个画就字就特别多，两边都是不断的裱，大概有好几米宽，让上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字呀、画呀、印章呀，反正就是就是有感而发的东西。所以这使得这几千年来这个帖子变得特别的长。好，那我们就把上面的帖子，这个印章啊全部给收集下来，然后去看一下吧，因为这个毕竟是非常最出名的一个字了，中国的文字。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这个你看这个上面的这些章。我知道三希堂是什么啊，这是清朝皇帝他搞了一个屋，这个屋叫三希堂，大白话的意思就是三件稀世宝贝啊。这个快雪时晴帖呢就是这三个宝贝之一，可能是宝贝第一吧，排第一。那这个工作的时候就累的时候就过来看看，这个放松心情。那然后也写一写这个文字。那这个是皇帝写的感想啊，这个是相当于是神迹啊，神乎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帖子，就快雪时晴帖啊，这个整个的故事啊，这个还是挺好找啊，因为它毕竟是最出名的。它一共是28个字啊，关于这28个字怎么读，现在还有点争议。但是呢，我们不管，这个帖子上一共有222个印章啊。那我们就通过这220个印章，因为有些章它有些一个人他会盖好多章，然后有些章它不一定是产权的章，它可能是赏玩的章或者题词的章，反正总之就是我们只找那个收藏家的章，我们就把收藏家的章给弄出来，然后我们看一下，就知道这幅画背后的这个产权变迁的轨迹啊。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还是蛮精彩的，对于中国这些古代留下来最。这个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东西，最最最最精妙的玩意。我们看一下它的产权是怎么变的。
首先在之前就不知道了啊，就知道唐太，我们就从唐太宗开始吧。他把这幅画给了这个魏征啊，然后呢，魏征又给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五代到北宋呢，他所有人依次是 A、B、C 啊。然后呢，到了宋徽宗的时候，因为宋徽宗非常喜欢字画嘛，他就进入到内府。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内府图章啊，这就是宋徽宗的章，然后知道 OK 这个画已经进入内府了。然后南宋呢初呢，就自然进入到高宗内府啊，有个章叫绍兴啊，他就是高宗的这个章。然后后来呢，作为礼物就送给了这个金国，金国被灭了之后呢，又回到了南宋，然后被那个这个很出名的宰相收藏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呢？他有这个章。然后元朝呢就被这个人收藏，然后后来也被进了元内府。然后到了明代呢，又被 A、B 又收藏，然后又被 C 卖给了 D， 然后 D 又卖给了 E，D 为了这个，我知道这个吴婷的故事，他那个小孩结婚，他后来把这个画用1000多两卖给了这个，然后呢又赠给了他，然后清代又被他们父子收藏，然后呢又到康熙年，他又把这个冯元济把这个帖献给了皇帝，然后就进入到了清代的内府，一直到这个清末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看一下这幅画的话，这幅字的话背后的这个历史还是挺惊心动魄的，一步之差这个画我们就看不见了，我们就不知道这个王羲之，只知道文献里面说他多牛，我们就无论你怎么去描述他多牛都没有看到他的字那么有冲击力。好，那我想哎，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能干这个事儿，就把所有的章按照这样的方式全给弄下来，然后就看它的产权。当然到现在这一步其实我还是不知道背后是想干嘛。好。但是呢其实你要是作文就开始这个，刚才我想给各位同学老师呢描述一下我这篇文章是怎么想到的。然后呢那如果要写成文章还是按照文献去引出这篇研究动机。那后来呢给我这个合作者呢，我们就反复讨论，我感觉还是放到前现代流动前现代社会流动里面来做比较好，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产权，然后呢同时所有权不断的转，那还是一个流动的概念。那所以说我们从这支文献下来，那首先当然是先说前现代社会流动是经济史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在我感觉大家都应该有认为这是应该很重要，直到现在也是，这个社会流动也是很重要。大家可以想一下比凯蒂那本书《二一世资本论》为什么那么火，他们对不平等啊流动都非常的关注。那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前现代社会流动它很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然后它也影响政治稳定性和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呢因为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也使得前现代社会流动的这种文化会影响现代的价值观，所以它一直会造成非常长期的影响。那咱们再到刚才是从一般文献来说前现代社会流动的重要性，那我们现在回到中国的前现代社会流动，我们要看一下现有的研究啊，那个现有的文献呢大多关注个体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其实这也是社会流动最经典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关注一个人可能几代一直就关注这个家族，看他现在的职业，再看他孩子的职业，他孩子孩子的职业，我们来看能不能向上或者向下这种阶层的跨越，然后来看一下什么因素影响他。那蒋勤老师啊他们做了清代家庭背景，很多人都做了类似的研究，我觉得这种做前现代人口的什么婚姻的生育的其实都离不开社会流动这方面的文献。好，那我呢和我的另外一个学生呢也有篇文章，我们做的是明清两代的官员的这个流动，来看一下他选官之后他的流动性啊。我们的发现是清代的官员流动呢比明代整体都呈现出稳定化的趋势，我们也认为这是因为那个非正式制度在明代比较厉害，主要是宦官制度它因为体现了非常的非制度化。那这个是基于个体的研究，就是盯着一个人去看他的，不断的看他的整个的人生的履历还有他的代际的这个轨迹。那和这个个体视角相比呢以财富视角关注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布和流动啊，研究其实不是特别多，因此这方面的文献都其实比较重要。那比如说唱他利用地方志和族谱估算了19世纪中国后期的后期中国的士绅阶层的收入。那云老师呢一系列文章中，这也是我文章引用的一个重点的文献
非常有幸他待会儿就是会当我的讨论者。那他利用的，他和陈老师呢利用的是官员的抄家档，估算了清代官身家庭的财富财产结构。好，那我简单的评价一下这些研究，从而引出为什么还需要这样一篇文章。首先呢，因为由于数据可得的限制呢，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研究呢只能围绕特定时期探讨精英阶层动态的家庭财产构成。比如说我们有抄家档，然后就看他在抄家的时候他的整个家庭的财产结构。但是呢这个故事讲完就没了，因为这个人已经被抄了，你再去抄他一次他也没什么财富了，所以就这故事结了。如果说要就是动态变化呢，就还是如果能找到一些研究呢是最好的。那接下来呢，其实你要看这种财富在不同的人群或者阶层中流转呢，一定要有一个痕迹。但你想想，然后我就觉得什么样财富才能留下痕迹呢？首先这个财富一定是奢侈品，你普通的这种碗筷什么都不行的，一定是非常占非常巨额的价格的奢侈品。然后呢，我讲这个奢侈品呢，不是我们现在讲那个奢侈品，一个包什么 LV 包，那个跟他们比，那个都是小 case 的，几千块钱，几万块钱，这个都是大家可以想一下这花多少钱。你们看一下那些秋拍的记录啊，这在古代一样，其实也是那么贵。待会我有例子。首先一定是奢侈品，它占了财富的很大部分的份额。其次呢，这个奢侈品上面应该有某些东西的记录，能够让他知道他在不同时间在谁的手里。但是如果我们说奢侈品的话，其实你们古代留下来的奢侈品到现在，你无非就那些东西。第一个瓷器啊，但是瓷器上面你没法有这个主人的痕迹，因为你没法刻在上面，你也没法印。另外一个呢，明清家具啊，家具呢第一个保存，第二个体量比较大，第三个我们也没见过谁把这个家具上面刻上自己的字。所以说算下来呢，就奢侈品上面最好的其实就是字画，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有一个独一无二就喜欢在上面盖章啊，西方没有，可能就有一些作家画家可能很少，比如席勒就是在上面自己有个画押，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写这个收藏，就这只是作者，那收藏家没有人在上面盖章。所以说中国的这个名画呢，为我们从财富视角并且从动态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财富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以及它的动态流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感觉这方面能够在云老师他们那些研究上加以进一步的拓展。好，所以说呢，我们这篇文章的研究问题呢，就是利用中国的传世名画上面的收藏印鉴信息，以及研究财富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产权变迁，并且呢简单的探讨了一下其决定因素，什么因素影响他们啊，是非常简单的。好，那为什么是中国传世名画呢？刚才我已经讲了，第一个它非常的贵。那刚才呢我说了它非常贵，我现在呢告诉大家它有多贵啊。比如说这幅图，这幅图我只是放了一半，传说是王维画的。传说是王维画这幅图多少钱呢？花了700金买的，700金大概相当于40户京开封的民居啊，大家可以算一下，40户北京的民居大概多少钱？咱们就五环以内的北京的民居啊，大家可以算一下这幅画大概即使在那个时代它能值多少钱。所以说呢，它一直是超级奢侈品啊，超奢，并且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承担得起的啊，能够承担起。那第二个我已经讲过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印鉴呀，能够为我们追溯它这个产权变化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机会。你看这个画上面有多少章啊，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把这些章全部给电子化。那我们的研究目标呢，就基于中国3141幅名画上面一共有10336个印鉴，并结合呢其所属的收藏家信息，构建出900多年到1911年中国前现代奢侈品动产的产权变迁轨迹。然后呢，我们想结合文献对这个产权变迁的趋势呢，进行一些初步的讨论。好，那我想简单的讲一下数据库的建构过程，因为这个数据库占了我这和我的合作者大部分的时间啊，我想还是详细介绍一下。然后呢，也如果各位有一些启发呢，非常欢迎给我一块探讨。那我们这个数据呢，一共有是通过两个数据库构建出来，一个是画，一个是印，对吧？两个数据库。然后呢，具体来讲呢，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呢，先构建画的信息啊，
那画的信息，我感觉大家想一想，我们怎么对一幅画进行编码？那画就是名字啊、作者呀、画的时间呀、尺寸呀、题材呀，对吧？风格呀，人物画、写意画啊，各就是风景画，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那基本上就是这一套东西。我想做定量的，我们都知道怎么给一幅画做啊，然后就建立一个数据库。那接下来呢是构建硬件信息，那就相当于把这幅画背后的所有的章再抠出来，包括这个章是什么名字啊，这个章上面写的是什么，就是硬件印文的内容。然后呢，这个章是谁的啊，这个谁生在什么时间，去世在什么时间，他的籍贯是什么啊，然后呢他的简历，那他的简历里面有什么呢？当然希望他是否当官，是不是商人，如果当官当极品啊，相当于这样的信息。然后呢相当于再把这两个数据库给 merge 起来，一边呢我们是有收藏家的信息，一边是有画以及画上面印章的信息，然后再给 merge 起来，就变成了画、章、人这个信息啊。这就是，那我们先讲一下画的数据。画的数据库我们来自于故宫书画名录啊，上面一共有3303幅画，一共呢有19862个印文。那这为什么选这个呢？第一个，它是它的权威性是非常权威，这是故宫编的。其次呢，这上面没有假的啊，也没有假章，也没有假画。因为我后来知道呢，我读了那个谁什么画语录那个大佬写的那些，这些做画弄画，他们说里面有很多是假的。那这玩意水挺深的，我们知道假文物啊什么都挺多的。那这上面如果说这个章是假的话，那这个相当于你这个数据库就弄错了，这个流动就搞错了。所以说呢，这个没有一方面它是代表中国画最高的技艺，另一方面呢它的质量是最好的，没有假章和假画。那一共呢就那么多本，这个我这个合作者挺给力的，就把这个全部给弄成那种数据库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为了清晰呢，我用的是黑白的这种扫描，为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呢，这个画叫什么呢？就唐代的戴嵩画牛图啊。然后呢上面有什么章呢？有乾隆御览之宝啊，那说明乾隆，还有乾隆鉴赏，那乾隆盖了两章。那还有宣和是谁啊？是应该是宋代吧，是吧？唐宋代，对。然后何玉堂我就完全不知道这个是谁了，那可能就要需要画印鉴的数据库去对它。好，这就是这个画的数据，然后我们要建立起来这个数据库。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建立这个要找这个章的数据和章的收藏家的数据。那这个做经济史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就是数据可得问题。但是其实做经济史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经济史一方面背靠经济学，另一方面它也背靠正统的历史学。那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学就是博大精深，那里面非常推崇一个能力，就是做一手数据，基本上就是没有你想到啊，只要你想到的基本都有人做。所以说呢，当时呢我就给我的学生说，一定有人做这个章的数据。你想想这个玩意大家都在，像这种玩画的人，他肯定得需要一本工具书，上面找这些，天天玩这些画就看，肯定得需要这个，肯定有人做，就去找就行了。然后果然我们找到浙江图书馆，在2011年的时候建立了中国历代人物印鉴数据库，果然是有这个数据库的，就找到了。上面呢一共有30000多个印鉴信息啊，对应的是2187位所有者啊，这是章，这是非常幸运的找到了这个数据库。但是这个画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最后才定下来啊，这个是故宫的，就是合作者找了好多好多的，当然有显的画比这个多，但是呢上面没有章的信息。那对于我们这种不是做这个专业艺术史的，你让我去把这个古代的这些文言文或者这些不是宋体这些章的，这些对我来讲就是。这些章给弄成那可识别的，这对我的挑战和合作都非常大。我们需要他告诉你刚才那个章是到底汉字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用计算机 match。但你要让我手工的话，这工作量太大。所以说呢，相当于的确是有比这个信息量更大的书，但是我们为了工作上，还是最后找了一个就是有难度上我们能够处理得来的一个，最后就是相当于用的是故宫这一套。好，那这个。再回到这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里面是这样的啊，那就是正好就是我需要的。这个人是谁？他的生卒年份、籍贯是哪的？我最关注的是这个人是不是当官的。然后如果当官的，
它是极品。那这就回到我那个主标题了，从那个富贵到权贵，这然后就想看这个，因为它富贵到权贵，它相当于是连接了国家和社会的一个官和商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经济学也是非常关注的啊。好，那然后呢，再看它里面有四个章，也就是说，如果在那本书里面找到这个四个章，那就说明这个人对这幅画在某段时间拥有过产权。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套路。那我们就最后呢就按照这个套路去 match 就行。最后呢一共获得了3141幅画，还有上面一共有226位收藏家的数据库，这一共是这样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库信息，也就是描述性的统计啊。因为这篇文章的实证非常的简单，我想重点给大家讲一下描述性统计。就我们一共分为三部分啊，就收藏印鉴来说呢，226位收藏家呢一共有639个藏书印，因为有很多人他拥有好几个，然后平均而言呢是每个人大概有三个章，然后呢他们一共在3141幅画上一共印了10,336次印，每张画大概有 3.2 个印。你刚才说那个，我刚才说那块匾执行帖上面有200多个印，那是顶级文物，是相当于是outlier， 一般来讲平均是将近三个章。好，这个呢是他的收藏家的这个跨时的分布，这个呢是收藏家的跨地区的分布。这个在我实证中没有太多的用，我只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看了一下他们做收藏的这些研究呢，他们发现他说中国的收藏家有两次的移动，本来是在北边，然后又移到了南边，然后呢又移到了北边。那基于这个历史的这个认知呢，我们就看我们的数据库建立起来是不是能够体现出刚开始是北边，然后是南边，然后在北边。我们说的这个南边呢，不是指的是现在的广东啊，是广东那边啊，就是其实杭州啊，就是那时候已经是跟北京比就是南边了啊，就是他是说这个，所以说还是能够看到的。如果我们那个统计数据呢是能够看到啊，这个是收藏的印鉴信息以及收藏家跨时和跨地区的分布。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我们所关注的产权结构。好，藏家中呢，皇室以及有关节的收藏家比重是最大的，果然不出所料啊，这种东西一般来讲肯定是权贵之家能够赏玩的。那平民收藏家呢比重是比较小的啊，其中20位皇室收藏家，就是20位皇帝，他一共对3043幅画拥有过产权。其中最突出的皇室收藏家呢一共是三个，乾隆、嘉庆和宣统啊，一共印了1000多个章、2000多个章、2400多个章啊，最多的其实是嘉庆，之前一直以为是乾隆啊，因为每个画都上面能印一个特别大的那个乾隆那个章，啊，其实最多的是嘉庆。然后呢，有关节的收藏家呢，有占了69%，就绝大部分都是有关节的收藏家收藏，他们一共收藏了3107幅画。平民收藏家呢，人数虽然占了1/3，但是只收藏了非常少量的画作，357幅画。所以说这些。奢侈品的顶级奢侈品主要还是在官宦之家流动的啊。那然后呢，在我们接下来既然讲到流动的话，我们就开始看这个流动啊。这样本的中3000多幅画中有2584幅画占了82%存在过转手的记录，就是它上面有不止一个人拥有过主权啊。平均而言呢，每幅画转手1.7次，剩下的500多幅画呢没有转手记录，基本上都是在就是刚才我说的所谓的内府里收藏。啊，就是一直就是没有进民间啊，一直民间，所以我们能够在故宫博物院现在看到这些什么《清明上河图》啊，真的是我后来问这叫什么，他们就说这就是真的是共和啊，就是共和，就是老百姓都能看到这些之前这些顶级的只在小范围的精英能够把玩的东西，现在我们只要买张门票都能看到这些顶级的东西，这就是共和的力量。好，那。因为每个朝，因为这个从900多年到现在那么多朝代了，它的里面这些官品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官品不可比啊，最后呢我们就干脆都给折成这个就是官名不可比，我们就全给折成了品级啊。因为之前是港科大人文学部有个老师啊，他专门有这种直观的对比，我们就给折成品级就可以，就打通了啊，就打通了。好，那流转方式呢，我想稍微说一下。我们就发现因为数据非常的糙，就只能跟大家聊一下
我没有什么这个统计上的数据，因为太糙了啊，就是我，但是我能看出一些 pattern 在背后，就是朝代初期呢，主要的方式是继承前朝的这个皇室收藏，刚才说的进内府之后就直接连窝端了。然后呢，根据部分的收藏家的信息呢，我发现明清以前，特别是明代，赠与与买卖是画作主要的流转方式啊，就基本上还是一个正常的流转方式。但到了明清啊，特别是清代，我发现抄家开始成为画家产权变动的原因。明代有二幅画涉及到抄家，清代有26幅画涉及到抄家。这个呢，这个结果是来自于云老师的那个文章，我读完之后我有点感想，我就说哎，我也想看看我们这里面有没有些抄家东西。但是因为数据都比较糙，因为我们能得到的就最好的是每个人，我们都知道他的结局，但是毕竟有那么多的收藏家，有很多就是非常的非常信息很乱，就是只能知道这点事儿。刚才我说的一直在内府里面的话，比如说像宋徽宗的这幅画，它就一直在内府里面。好，那谈到抄家呢，我们就讲到，比如说我们就拿《清明上河图》来讲，它背后真的是这种让人感觉这种就像读了《红楼梦》一样，就是这种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我们就花一点时间稍微看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幅画是中国最著名的一幅画了。刚才说的这个《快雪时晴帖》应该是最出名的一个书法，这个是最出名的画。那刚开始呢，被这个严家父子收藏，然后他们被抄家，该画就进入到了明内府。然后呢，清代呢又被这个人收藏，他又被抄家，又被进入清内府。所以呢，这个给我非常大的这个图呢，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它的百分比啊，百分比，我觉得就给大家有点印象就可以了。好，所以说呢，我想给大家就刚才说我为什么我的故事就是改了，我现在开始讲一下，就是我看了那个抄家，你看抄了之后进入到了内府，然后这个抄了又进入内府，它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然后再结合看这些中国的这些书啊，因为中国的书就像特别是以《红楼梦》代表，就是有一种很强的宿命论。就是你别看你现在蹦跶厉害，你总有一天就这种非常强，就看第一节的时候你就知道贾家要完蛋，就然后这种你知道结局，再回来看现在你这种强烈的张力，这我在看《唐顿庄园》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我感觉这个是不是在马尔萨斯社会中一个很典型的一种文化。好，那很典型的就是循环文化，就是循环你现在很这个家族现在很牛，他会完蛋，然后呢，可能我们就中国人对这种感觉能够激起来我们非常强烈的情感，所以为什么《红楼梦》很牛，因为它正好触到了中国的文化内核。好，但是我这个当然也很影响我的取材，我以为中国画就应该是这样的。当我在把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图展示之前，我一直的研究假设是肯定是这样，这个财富不断往上汲取，这个画不断的往上汲取。不断，刚开始是在一个低阶层，是在可能在一个商人没有品位的一个商人，后来被官员豪夺强权，把这个画给弄进来，然后呢，这个又然后大鱼又吃小鱼，这个画又往上走，最后来一个大鲨鱼把所有的小鱼全吃光，直接进到皇帝那边，然后最后所有的这天下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内府里面去，然后呢，这也正好结合了这个财富不断的集中，最后这个王朝就崩了，这不就很典型的宿命论吗？然后我感觉这个，然后同时又和西方的这个大分流联合在一起，我说这是个太好的选题了，这个故事构建出的特别好啊！你看这个财富不断的汲取，最后这个就崩了啊！因为我这画只是一个维度，那连那么重要的画都能往上汲取，那其他的那些小财物，那肯定是不断往上汲取，最后底下马尔萨斯，然后来个冲击，跌到了贫困线以下，那不就有 rebellion 吗？就农民起义吗？这就是很典型的马尔萨斯社会一个认知吗？那同时又结合了大分流的这个理论，这个之前是我博士论文内容，我觉得我太熟这个文献了，那就太好了，这个故事特别精彩。然后我就带这个强烈的假设，对以前的这个文献的积累以及对中国的一些认识以及看小说得到这些价值的熏陶，然后等到我合作者把这个画把这个流转这个阶层的分布画出来之后，我第一反应是不对，这肯定数据问题，你再过去调一下吧，你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赋值的错误，是不是要不然把皇帝给删掉吧，他是大 outlier 啊。然后呢因为
就这幅图展示的是什么呢？这幅图展 X 轴是时间， Y 轴呢是收藏家的平均关节，每十年的平均关节。我们就发现，我就发现每一个都是往下流动的，所有都是往下流动的，然后并且是每个朝代都是往下流动，唯一一个宋朝，如果把那个宋徽宗拿下来，它也是往下流动。所以说呢，然后呢，我们就做了各种各样的处理，发现 pattern 还是这样的。那我就当时第一个受到冲击是这个故事错了。一般我们做实证研究的话，不到最后是不大会动到故事这个层面。我们先刚开始可以用各种方法，数据是不是有问题，回归是不是有问题，回归有问题如果不行问题是不是再往后推，然后最后才能到根本性的，你故事是不是完全错误，那就是整个，那这样的话整个文章就要重写，那就是 一步步是往后退的。但这个相当于这个图我们不管怎么做都是非常稳健的假设，那其实刚才的假设就是错的啊，没有展示出一个财富非常集中的一个向上的趋势，并且是每个朝代都展示出很明显的向下趋势，就是这样的。这幅图，这幅图呢其实是这篇文章的最核心的发现啊，也是花了最多的时间。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把这个画给做出来之后，然后按照十年平均上升的平均值，然后按照这个点给画出来，然后再做拟合。那接下来呢，我到这个时候才给我就给合作者就在讨论怎么办这个啊，这既然不是一个流财富集中的故事，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我们就看了非常多的文献，啊，我们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财富流转的一个故事，也就是社会流动的故事，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呢，应该是我感觉这篇文章中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我还非常的想听一下各位的意见啊，因为这个，啊，那我就讲一下我的故事喽。那现在的文献呢都说，就现在文献都说社会流动假设呢，就是我认为可能社会流动假设能够解释刚才的为什么往下流动。那一般来讲，社会流动性高就意味着政治精英的后代他相比到他的先辈可能拥有更低的关节以及更少的财富，这就造成了财富在这个社会中不会一直固化在某个特定的群体。那这个呢和敏利老先生、克拉克都会有预测，就是社会流转比较流动性比较强的时候，父子之间的职业相关程度就会降低啊，就会如果说两人的相关程度非常高，父亲做什么基本孩子做什么，那就说明这个社会比较固化。好，那如果画作流转中出现了前后收藏家关节差异的情况，我们就可能推测是由于社会流动性所致的。那进一步的呢，我们就更关注流动性是如何影响画作转手并且导致这个阶层的差异的方向的，因为我们看到不光是它的阶层有差异，并且都是往下流动的。好，那这个我们大概一个假设就是，流动性强的社会更有可能出现化作向低阶社会阶层流转的现象。我们认为政治精英的后代没落之后呢，被迫向低社会阶层出卖产权的方式维持生活。那我也感觉呢，就是我不是特别的心里有底气来说个这个，所以到时候你们各位就开火就可以了哈，我就好好改。我举两个例子吧，既然我提到我的假设，我也得有一些自己的弹药啊。就是第一个清明上河图的例子啊，在1518年左右呢，他被这个人收藏，他的官职呢是正二品，然后呢他后来呢也是因为家境他被流放到福建，他的孩子为了维持生计就把这个画卖给了这个父子是很有钱的。那但是这两个父子最后的官职呢，他爸爸也就是到了从二品的一个程度，那一个正二品到了从二品。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富春山居图，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幅图，这幅画很出名，黄公鸟、黄公望的这幅画的历史也非常的传奇，一半在北京故宫，一半在台北故宫啊，就这些画真的是让我们看了背后这种中国人在那么多千年这个悲欢离合和这个例子。那富春山居图呢被董其昌收藏，董其昌呢是正二品，然后晚年呢家境比较不好，就卖给了吴氏父子，吴氏父子最后呢官职也就正三品，所以说呢又一直没有上联的，就是这个社会流动强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我想证明我刚才说的那个故事啊。那接下来就是我还要为我的这个故事不光举个例子，因为例子我可以举我支持我的，我可以不举不支持我，对吧？这个例子还是不是系统性的证据，那我还想提供一些系统性的证据。那我的解释变量呢就是社会流动性，我的被解释变量呢就是收藏家的官职变化。我有两个官职变化，第一个是否存在变化，
第二个，如果存在变化，它的方向是什么？是往上流还是往下流？那它的程度是什么？是从第一品咣当跳到了三，从三品咣当跳了一品，还是从三品跳到从三跳到正三，从三跳到从二，就是一点点跳？那我都想知道。那其次呢，社会，其次呢，那个核心的解释变量呢，就是社会流动性。怎么来测呢？就是测一个地区的近视数量在人口中的比重。如果流动人口比重越高呢，我就觉得社会流动性就越高。好，基本上，那这个数据从哪来呢？来自于曹老师的中国人口史人口数据，这是分母。分子呢是近视数据，来自于明清近视题名碑索引。那这个就是明清近视题名碑索引。那这个池诚啊什么都非常熟悉，因为他们都这个科举了一系列的文章。那这个呢是疏影，我给这个没有背景的同学介绍一下。左边呢就是原始的疏影，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他来自于哪个地方？然后他在哪年科举的啊？哪年考试的？他是名次是多少？那我们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弄成电子化啊，给搞成电子化。那这样我们可以算出任意一个，这个是这个相应 observation 是一个一个人。那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籍贯嘛，我们就可以打到地图上，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个地区在每个时间段内的他的近视数量。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然后通过人口数量这样一比就知道它的社会流动性。好，那同时呢也有一些遗漏变量，比如说经济发展状况。那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会决定这个地方的社会流动性，那经济发展状况也会影响它的奢侈品的这个奢侈品市场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控制这个经济发展状况，因为经济发展状况也影响它的这个科举和这个人数，因为江南地区。好，那但是呢经济发展状况在前现代呢，我们没有人均 GDP 的数据，所以说现在来讲，在测古代的这种人均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我们一般都用，最大最主流的是用人口密度，当然也有用工资啊这种比较，但是缺点是它比较零散。数据同样来自于中国人口史啊，也也可以用城市化数据，这些数据呢都比较糙，好，人口数据相当于是最好的质量。然后其次呢，还有社会稳定性，我们也认为会同时影响这个。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那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降低可能加剧社会不稳定，社会不稳定也会影响画家对画作的持有。然后我们看这些作画的这个做产权的都有研究。那我们就怎么测社会的稳定性呢？那我们就用农民起义的数量，我写错了，数量来这个原始数据呢来自于这个青石录啊，这个数据呢是我现成的啊，就来自于我那边大运河废弃和农民起义的研究。那这个数据来自于青石录，这个青石录的树影是这样的，打开它是这样的。这怎么说呢，就是在光绪26年1900年浦城县江山县这两个地方有农民起义。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浦城县江山县1900等于一啊 rebellion 都等于一。那这就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庞大，然后最后呢总之我们建立了整个清代农民起义的数量，然后我们放到地图里面去看一下，这个是清代所有农民起义的数量的地区分布啊。这个边疆省份没有，是因为他们采用另外一套奏折的体系，所以说不在这个青石录这个奏折体系里面。这个首先是，所以它是样本的问题啊，样本的测量问题。好，那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文章的这个啊这个表的统计指标就在这样啊，这个数据呢来自于 ABCDEF。好，实证呢我就想给大家很简单的说一下吧啊。 X 就是社会流动， Y 呢就是是否变化，以及他们的变化多少，然后我更关心的是是否降低。那我们就发现呢，它的确是社会流动性越高的地方，画作前后的这个产权变化呢是阶层变化，所有人是有变化的啊，并且呢这个变化方向是负的，相当于是往下流动的啊，往下。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就是如果它是往下就是一，如果不是就是零，我们发现也是这样的。那这个表呢就过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控制了省固定效应、皇帝固定效应啊、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稳定都控制了，然后结果发现就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就非常的稳健。你跟刚才那幅图就是那样的话，然后呢也做了一些也一些关于数据定义，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转手的啊，一是不知道这个，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话精确是什么。比如说李白那首诗，他那首诗写在什么时候，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我们光知道李白的生卒年份，对吧？
然后呢，这个画也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收藏家是什么时候收藏的。那我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试错吧。我们假设他是，因为我们觉得古代可能30岁是而立吧，然后觉得30岁可能就已经，因为古代就是比现在都那个年纪偏小一点嘛，他可能30岁，我们就认为30岁，我们在基本回归认为30岁是流转的。然后呢，就那 OK 29 28其实到18岁我感觉应该再往下应该也太小了吧，结果发现都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所有的三个都是一样的。另外呢，怎么定义他转手呢？我们也是倒推他死亡前一年两年三年十年就是都发现结果都非常稳定，再往后呢也是很稳定的所以说就没大放，反正基本上就是用不同的指标来定义这个画作的流转收藏都没有变化，都没有变化。好，我其实快讲完了。结论呢，就是本文基于这个那么多的画，建立了那么多的印鉴，然后构建出从900多年到1911年中国前现代奢侈品产权的变迁轨迹。这是一个基础数据。那我们发现呢，它的所有者的社会阶层呢有持续降低的趋势，同时呢，每个朝代更迭又使上述的趋势呢重新开始。然后我们想试图为这个现象提供一些基本的解释。我们认为呢，社会流动性可以解释上述的就是的趋势，社会流动越高的地方，往下流动的概率会越大。那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研究呢，丰富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精英的家庭财产构成的这支文献弥补了既有文献只能探讨精英阶层竞赛家庭产权结构，而不能讨论其动态变化的不足这一缺憾。第二个呢，是为理解中国前现代社会流动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财富角度。然后同时呢，我们觉得中国前现代社会具有较长的流动性这一观点提供一些经验的证据。最后呢，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在这个呢是快雪时停帖的所有的，我刚才说它其实就中间这一点点是它的元素，就那个最灰色的地方在右手边，剩下的全都是裱起来的。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感觉系统数据还是有系统数据的魅力，就是这个把这个产权变迁放在这儿，然后再去看这幅画，你就能知道它背后经历过如此多的惊心动魄的历史。那这些历史能够和中国的古代的历史能够串起来，这个小画能看整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社会的动态。那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谁，就是这个王什么灯，对，这里面有。然后呢，这个故事，当然它倒没有多少惊心动魄。我本来是想找一个抄家的例子，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来及找到。他也是一个大的书法家，他倾尽家产买了这个快雪时停帖，然后呢因为孩子结婚购置房产，他以1800两白银卖给了吴婷，那正好就接在我刚才上面这就是很中国一个家长里短的一个故事把这个画买来自己的爱好，然后小孩结婚又给卖出去。那这个是一方面这是家长里短，另一方面也有的故事是非常惊动的，比如说抄家。我相信我想如果下次有机会再讲这篇文章，我一定要把抄家的这个某幅画再给弄出来，我感觉那样可能就冲击力更大一点。好，那我的故事就讲完了。马老师，好的，谢谢陈硕老师的非常精彩的这个演讲。那么我们下面就先来转入到讨论环节。那么我刚才已经看到这个袁卫鹏老师已经迫不及待的打开了他的摄像头，那我们就先请袁老师来点评一下，然后再由这个云岩老师来点评。由于我们时间比较充裕，所以说两位点评人就尽量每个人的点评不要超过15分钟，好吧？然后最后我们留一些时间给这个观众提问。袁老师，老师，我先把共享停掉好的，好的。因为袁老师有 PPT 的。好的。袁老师，你可以分享你的 PPT 现在。好嘞。这个刚才陈硕教授做了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报告，这个我们觉得是一种视觉的享受，而且是一种思维的一个享受，我觉得。那么我希望我这个评论不要太无聊，因为实在是我这个 PPT 的内容可能跟陈硕那个金彩老师金彩的这个演讲相比，确实是可能玻璃了。
那个啊，但是呢，我想呢，就是啊，讲一讲我这，因为我其实对书画的东西并没有啊什么专门的研究，那么主要是在一个学习，在学习当中呢，也有一些啊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利用这个机会来去啊和陈老师啊以及各位听众来进行一个分享。那我想这个刚才陈老师讲的非常的清楚，我前面呢，我的第一个 PPT 可以不要去讲他的这些论题，他就是要用那个。啊，奢侈品的产权的流转的过程来揭示前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啊这个社会流动性的问题。那么它的方法以及它核心的资料，就是那啊3000多幅画名画里面的啊10000多个啊收藏的银件的分析。那这个它的一个结论和一些啊这些啊我就不要去啊一一的去讲。那么我想呢，它的主要的学习贡献大家也很清楚，我想我们也认同。这个陈硕老师他的这个啊说法，他的就是他这个研究利用这个收藏家的信息，把这个奢侈品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流动的规律啊做了很好的解释，那么为我们理解前现代的社会流动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那么我觉得他这个啊他的价值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研究，而且这个研究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多银签的这个认识啊识别啊，就他讲得很轻松啊，陈硕老师讲得很轻松，而且讲得好像很干净利落，实际上你要去做起来的话都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那些硬件的那些识读啊都是要了命的，就是非对于寻历史的学者来讲的话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做出来我觉得啊是应该啊向陈硕老师啊表示敬意的啊这个。那么我想呢也想提出一些啊是商讨啊的进一步商讨的问题。那么我讲历史学界啊这种长时期的一个综合分析啊会遇到一些难题。那么我们历史学界学了学了有人专门研究古画啊虚化市场以及银件啊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种研究好像是个别人物或者个别画作的分析，或者是对个别的地区或者某一个科技历史时期的市场消费进行分析。那么鲜有人能够对像陈老师他们这样啊进行一个长期的全面的一个整理和分析。那么本文的工作是为传统史学方法所不及，那么我觉得这一部职责上也体现了我们这个量化史学的魅力，就是这样的研究其实也只有通过量化史学才能做到，因为你传统的研究你可能对于某一幅画或者某一个作品你或者对某一个人物或者某一个朝代你分析的非常的细致，但是你永远是目不全游，没有办法啊，或者指尖虚薄不见是你没有办法进行这样一种啊完整的长时段的分析。那么这个长时间分析它本身它会带来很多的挑战。那么就是说我承认就是说明碑书画就在很长的历史期里面是上层人士占用或者把玩的一个奢侈品，但是虚化作品本身的形成它的流转以及它的价格以及它的各种属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它是不断的变化，不是不离不变的。那么即使本文赖以立足的虚化的硬件制度，那么继续使用的习惯，那么在历史时期是不是长期不变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那么我们计量分析的时候一般的 OLS 分析方法的时候常常要求分析对象在某些方面是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尤其是不要有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变化。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讨论评估啊陈硕教授的这个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当时一些变动啊他能对啊，对它的结果的影响做一些审慎的一些评估。那么我想对于名人书画的数量啊、价格及其形制的变化问题啊，提一点小的看法。啊，我们前期的虚化的数量它可能只是文人的墨格妙手狗格子，那么它流转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就是私下的赠与，到后来之后它成为一个专业性的一个行为，包括有专门的虚化家，有专门的赞助者以及有市场中介组织专业的市场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书画的形成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有人就是已经是这个以专门来牟利或者以此谋生的时候，它的供给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市场的发达会让一些过去不但受重视的一些作品会不断的被发现，书画的数量也会在不断的增长，供应的加大。那比如说我看到有个人啊、举个例子说啊、明代的前期的时候，这个元代的时候关于王维的画作流传下来的只有126件，那么到了明清的聚落的时候这个越来越多，到了260件，那么超过了100多件，那么这种一多半的增加
是因为在明清的时候，这个市场发达了，不断的有人去发掘，啊，原来的一些书，一些简单的书信，或者说一些啊简单的一些啊这个小的那个啊什么家用的那种题签，它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名画，这样不断的加进来啊，会增加这个各个啊这个数量，这么数量呢，真的也会价格会变得更加亲民。因为这个陈老师刚才的演讲里面提到好几次，这个价格都是高的惊人，但实际上这个书画的变化也是在变的。那么我看那个翁同龢的日记里面讲，他后来在光绪年间的好几次购买的啊那些书画，比如说他讲购那个米芾的字画，当时要价只有16金，然后他讲价讲到啊只有好像就是5金6金的样子就能买得下来，所以他的价格也在变化。那么这个价格的变化就会，这种不断的变动的话，就会说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甚至说有个一些特权人物的爱好，包括你画家过人的朝气，比如说郑板桥他没有考上进士的时候，他的画根本就没人要，也不值钱，等到他后来考上了进士之后，就有很多人到他家里面去求画，这个价钱就会上升。那么你早期收藏他的画的人就不一定是很高的阶层。对，这么我讲的问题其实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书画的供应量的增长，就是价格的下降，会影响到需求，导致一些较低层次的人士可能会拥有一些名画名作。那么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有些奢侈品的话，如果它的生产量增加的话，它就会可能会贬为生活必需品，当然可能不一定有那么严重啊。那么这样一种变化，它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这个文章所要捕捉到的社会流动性的上升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的话，会不会影响结论，我觉得需要审慎的评估。那么我都有一个好的建议，就是说相对而言，那些比较汉唐的古画基本上在国革时期都大家都认为是啊珍品，而且价钱也会很贵，然后把这些画单独拿出来，那么他们的这种稳健性的一个检验，那么看那个对结论会不会有影响，可能这是一个办法啊，这是一个啊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印笺的那个使用的问题，习惯会不会发生改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应该提出来的问题。因为你现在这个名画里面是3000多幅画，10000多个印笺来研究的话，平均每幅画是3个左右，3.29，你的文章里面提出来3.23，对。那么考虑到每一幅画几百年的流传经历的话，那么其中每一个印笺它代表的是上百年的甚至几百年的那个历史，那么实际上作品的流传不可能有那么慢。我们知道所谓富不过三代，所谓三代人嘛，也就是60到80年的，他就会有一个流传。那实际上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只有那么多，那这就里面就会造成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用银的习惯，我们有没有专门的研究？那有，是不是所有的人拿了画之后就盖上一个章？哪些人盖章，哪些人不盖章？那么它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对我们的数据，造成一些影响的问题。我们其实有必要去考察中国历史上的用银的习惯。进行变迁，尤其要明确那个遗漏到底是哪一种人，是达官贵人还是低层人士，那这一点对于本文的研究及结论非常的重要。那么我呢，我试着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因为我没有专门的研究这个问题，那么我没有找到专门的关于用银习惯的专门的文章。但是我看到呢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明清的一些笔记里面会非常详细的记录他们那些人买卖这些名画的经历，比如说翁同龢里面会很详细的记载，我这个画是哪个尚书哪个官员的家里传过来的，通过什么什么斋什么伯父斋什么斋买的，他有很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个画叫什么名字，而且翁同龢的画正好在你的文章里提到，他是保留下来的，他的孙子把他留下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去 check 一下，既然他提到某个人某个尚书由家里传下来的，某个画斋里拿去留下来的，那你去看他有没有他的印，如果有印还是没有印，那就说这去做一个可能，就是说你看看这些哪些人在那个倾向于盖印，哪些人不想盖。我看到一个笔记里面有时候嘲笑一些人，嘲笑一些下层的收藏家，说有一个人他每收的画都要盖印，不仅要盖印还要写他花多少钱买下来的，他的目的就是要他以后他的子孙去手的时候千万不要低于他的那个收购价钱，他是起这个作用的，所以这成为当时的一个笑柄，就是别人都是讥讽的对象。在这里面涉及到很多需要研究的话题，
所以我个人预测的话，一些基层人士可能更加不需要，不会用印，那些高官的话可能用的多一点，那这对你的结论是有益的。但是我觉得不，尤其是一些以那个投机的商人，或者说为了所谓行贿受贿的那一些人，他胆气拿到后来之后，他不会去盖上印上去。那么那些，但是不排除一些高官，他收了一些大下属的，他就进来的进进行那些名牌的时候，他可能不愿意或者不屑于在上面盖印，因为我看那个里面的这，比如说严氏父子啊、张居正啊，他们家里的画都是堆积如山，而且他们都是很随意的，这种他对他们家来说，这样东西太多了，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所以这里面呢，这个东西我觉得要需要借助你笔记，进行一些必要的去这个检查或者说审核的工作，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也在你也这个问题也对你的文章也是蛮关键，就是你在这个斗量地区的社会流动性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地区的近似的社会量在人口中的比重来测量社会流动程度。那么一个地区近似的比例越高，社会流动性也越强。那么这里面会，我个人觉得这会带来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在地方志和民间文学里面常常会强调什么一门几近似，所谓父子皆近似这样的世家大族。如果你用这样的情形，如果真的存在的话，用近似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来测量流社会流动性的话，就可能会有问题。那么它这个近似比重的上升的话，可能恰恰是相反，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固化，就是某个家族它不断的有很多的近似的出来，那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即使不考虑家族的情况，我认为用这个近似的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地区流动性的话，可能更好的可以用来斗量府一级和县一级的政区的可能比较好，但是用省一级要慎重。为什么省一级要慎重呢？我可以大致的这么推断，一个省里面的近似的人口数量大致上就等于这个省的举人的数量乘以当然有少量的共识这样的，乘以它的楼取率啊，然后取上一个省人口的数量。那么每一个省的楼取的这个数量其实上是有配额的。那么在明朝也好，清朝也好，因为每一个省有多少个举人，这个是很长期不变的一个配额，增广的机会很少。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你这个国省的举人楼取率的变化也不大。那么可能来讲的话，但是府县没有这个问题，没有配额的问题，省是有配额的。那么你这样来算，却我感觉到你最后斗量的一个结果，可能更多的是由分母熬的写错了。实际上，你这个斗量的这个数字，可能是由国省的人口数量来决定的。那么我就会来解决这个难题了。我觉得这个郝玉博士的那个姓氏的测量办法，就是考量精英人的当中姓氏的变动结构，可能是一个好的办法，但是这个工作难度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那个近似的这个数据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在那个你去斗量那个每一个省的近似楼取当中，那个取自于名门或者官级，就是你这个数据库里面刚才已经显示了，有的是来自于官级，有来自于民级。那么你看这个比重，这个比重的变化，因为我想如果都来自于官级的话，它显示阶层的固化，那么民级的话是一个社会阶层流动性，那么这个数据可能要稍微的好一点另外我觉得如果要偷偷量社会流动性的话，恐怕城镇化的水平以及移民人口的比重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恐怕也是有益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近似人口其实占的人口中的总人口的比重还是太少，那么在一个省里面千万级的那个人口当中增加那么几十个近似或者几百个近似，那么来用这个来斗量这个省的人口社会流动性的话，我个人觉得它的精度相当有限，所以我觉得还需要加大更多的这种数据的来源，或者采取更好的办法来改变这个问题。那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评论。另外我在学生在听讲的时候也提了一个小的问题，通过我转达一下。那么他是讲的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他这个说他讲的就是说你用这个实证采用 OLS 估计的时候，但是涉及的解释变量都是一些离散的变量，而且存在多个值取值，那么似乎一般来说的话会优先选择 logit 或者说 probit 模型来进行那个估计。那么不知道你在这个最后在选模型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考虑，这是我的学生提的一个问题，我也把它附上来时间关系我就提这个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谢谢。谢谢杨老师。谢谢杨老师。
陈硕，你想做一些简要的回应吗？可以。对袁老师的评论，对。好，我感觉应该是，我应该，我大部分都是以学习为主，袁老师这个意见呢，我很多其实都可以做的。我简单说一下袁老师说的这个，我觉得，第一个从供给市场里面去讨论，这个是我之前忽视的，我可以去做一下。袁老师提出一个用宋代以前的，用宋代及以前的市场，我是有这个数据的，并且有很多的画，并且宋代的，如果还要，待会儿我们再说袁老师第三个问题，用科举这个数据，如果说还是用科举数据，那宋代的科举数据其实质量还挺好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不管从数据可得还是这个整个的故事性。第二个呢，印章的习惯的时间变化，这个呢相当于是一个遗漏变量问题了。那也就是说我最特别担心是不同阶层它有印章的习惯是不是系统差异。如果是低阶层他更喜欢印章来彰显自己的这个，反而这种达官贵人觉得他不需要这个去这个，反而那这样的话就给我的结果完全重合，那相当于这就是用章习惯导致的这个故事了。那我要回去看一下，因为我有每个章以及他们的收藏者呢，我其实应该是画一个阶层的分布的一个图，但是呢我没有做，但是我可以做，这是个很好的意见啊。然后袁老师说的比较仔细的是关于近视，一方面呢我会去用袁老师那些意见，同时呢刚才谈的时候我有些启发，第一个呢就是说我有启发，就是其实府一级和县一级的，至少到府一级的我们是可以算的。刚才袁老师说府一级呢，其实省一级的很容易，那个就是一个配额，其实不是一个流动性，那就是分给你的配额，它分的时候就按人口给你分的，所以算出来是个配额。那如果说我要是按照府一级算，在归总到省里呢，就是一个能够去掉这个方法，就不是直接用省算了，这是一个，这是我可以做的，这是启发我的。第二个呢是去除到名门，这个也可以做的，因为郝玉那个文章呢有大族的姓氏，然后同时我那个进士提名碑呢有这些人的名字，我就可以最简单的假设，来自于大族的这些人，我大概率认为他可能是名门，我先把他们给剃掉，然后再用剩下再算一个，然后呢，甚至还可以结合我刚才的意见算府的，再归到省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我是直接可以做的。第三个呢，是袁老师提到这个城市化，其实之前他也能提取社会流动性，就是之前那个 variation 太小了，就上百万人中只有一两个，那这个我回去就可以做，因为曹老师有这个数据，我之前以为数据比较糙，我没做，但其实我现在可以做。然后袁老师的学生说那个why 其实可以用 logic 的，之前纯粹是因为省计算机资源，因为用 logic 太慢，所以我用 OS， 这个是完全可以用 logic 来做，这个没有问题。好的，谢谢袁老师，非常感谢。好的，谢谢二位。那么下面我们有请云岩教授来做一下点评。可以听到吧？可以。其实刚才袁老师、袁维鹏老师已经讲得很好了。陈硕老师刚才讲，期待我的这个点评，那可能会有点让你失望，就是我也没有准备 PPT， 可能就是随机的会谈一些感受或者想法吧。因为这个书画收藏呢，我完全不懂，所以根本没有能力评论。刚才你倒讲的就是关于抄家这一块，我还是蛮熟悉的，所以你就是先回应一个刚才你提到的那一点吧，就是抄家抄出来的这个书画。抄家抄出来的书画呢是有，而且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专门还把它们集中起来了。那我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就是您研究的那个传世的名画都不在这个单子里边，就是这个真的挺诡异的。像你讲的那个就是包括清明上河图，其实我的那个书画方面的抄产清单里边出现过一次，但是我出现的那一次呢不是张择端的那幅。清代有很多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因为明代的有一些画家会仿清明上河图，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同一个名字，对，同一个画作的名字有多种，实际上是有多种画作的，所以这里边涉及的也就是说艺术史是挺难的，就是比东西多了，这方面的需要可能大量的这个知识去破解。
那么我这个跟陈志武老师和林展合作的这个官生的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财产的估价。听得到吗？我这边网络显示不稳定，可以听到哈。那么财产估价呢？我唯一没做估价的就是这个书画部分。这个原因呢，刚才袁老师点评的时候也提到过，因为它的这个价值太不好确定了，它的价值基本上就是变化的会非常大，就是在某一个另一个时空点，这个实在是变化过了估价的。但是像这种收藏类的话，我就把它剔除出去了。所以这就是我对林老师这个连接不太好，我们就只能尽量听了。袁老师有个办法，就是你把视频关掉试一下，这样省一些流量给这个音频。好，我们稍微等一下他，我们还有时间。他可能退出了，那正好借此机会，那个我们请陈志武教授点评两句。哦，云岩进来了，喂，云岩，北京今天天气的。信号好像不稳定，要不然换一个方式吧，我看看手机是不是可以。然后呢，就是你们可以先回答问题吧，然后我一会儿再上来。可以，可以，好的，谢谢。对。OK， 其实，陈说那个。呀，非常精彩的讲座，那个我对于你能够那么精炼的把那么复杂的那些内容简单的那么清楚的讲出来，我真的很佩服而且做研究的这些思考设计都非常好。我想到了一个指标呢，就是刚才韦鹏也说到了。就是因为你现在是根据那个收藏者的那个官界平均官界的变化来看，另外一个就是看那个平均的持有的时间，以那个平均持有时间那个多多少少也是反映了社会流动性，然后社会这个动荡还是不动荡的，因为。如果转手频率非常高的话，那个富不过三代啊，那一般的来说，不管是官不过三代还是富不过三代，最终呢应该是通过那个那些名画的非常频繁的转手啊，也可以反映出来，所以那个是一个可以去补充的一个指标，云岩，你刚才那个云岩。哎，我在，看你要不要继续说，可能你要重复一下。那现在可以趁信号好，那我再接着讲，就是，对，刚才讲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收藏的印鉴是特别好的一个切入的方式。另外就是陈硕老师把这个，跟这个社会流动性结合在一起。那么关于社会流动的，确实是前现代社会，这个研究前现代社会经济史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大家也都比较关注。那以前的研究有很多，就是一般的结论是认为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流动性还是蛮高的，
跟其他社会相比较。那么一份经典的研究就是何炳棣先生的60年代的那个专著，它里边呢就是用近视的这些资料，然后估算出一个就是大概的流动量，就是近视有50%，这个平均数啊，明代是50%是流动进来的，就是从低往高流动进来的。那么清代呢会低一点，清代大概是37%，这是一个平均值。那么趋势来讲呢，都是明代和清代都是有就是流动性越来越小。就是说像陈硕老师这个说的，你自己做过的这个研究就是趋于稳定，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何炳棣先生的这个研究方法啊，就是看的三代有没有做过有没有功名，或者是有没有做过官，以这个为标准。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研究路径。那么后边后人呢，包括台湾的徐宏，在这个他的基础上又扩大了样本量，这个思路来进行研究，这研究思路。另外就是刚才袁维鹏老师也提到过，就是郝玉他们以这个姓氏方面的研究，也是测量这个社会流动的一个指标和标准。我倒是觉得呢，就是陈硕老师的这个收藏的这个研究呢，可以是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第三种途径。当然这个途径相比前两条途径，它的更好在哪，还需要充分的再说明一下。但是这个的研究的途径呢，就是像你自己阐述的，就是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这个我的理解，你的就是说表达是财富，以财富的视角。但是我的体会呢，就是像前两种研究路径是以人的流动为中心，然后现在呢你把它换成物，看物的跨层流动，这样来测来这个反映这个社会流动性。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视角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传世这种书画的收藏的收藏圈子是非常小的，而且从始是一个特定人群之间的一个所有物。如果它社会面传播开来的话，那一定会反映社会流动性的。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路径是可取的。那么我不太怎么讲呢，就是和我自己的研究经验有点相反的，就是关于你对它的这个趋势的描述。首先呢就是我先共享一下屏幕啊，就是用你的那个文章。就是这个图呢，就是我自己做统计分析比较多，然后就是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样本的分组。分组讲呢，那么你根据这个官品从0到19这么排开，大概是分成了20个组。但是我的这个还是可以再调整，这个零官品为零的这个平民。其实这个平是需要定义的，就是不存在完全的平民收藏家。从这个哎，这真难受，说就马上最后了，听不见了。等着听。或者这样，那就陈硕你直接来简要回应一下我们已经听到的部分，好吧，留着这个侦探最精彩的部分你们俩私下里去这个下边去交流，好吧。可以。云老师你应该能听到我们，反正也时间差不多了，那么先让陈硕老师回应一下您的问题，然后剩下的问题可以那个邮件转给陈老师，好吧。哎，陈硕谢谢云老师，他那个两篇文章跟陈老师那个合作文章，还有他之前那个文章，都对这篇文章相当于就是个原文章吧，就是看了这些文章才想这些题目，因为兴趣一直在，但是没想到，没有触发说要把它当做一个研究的。云老师，您还有话那个要说吗？我这个，
对，我就先让陈硕来回应吧，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好吧？好，好，刚才陈老师说的平均持有时间，这个可以做的，我感觉这是个很好的 why， 就是它这个 duration 到底多久，它这个体现了这个流动性，这个我直接可以说，这是非常好的建议，直接做就可以了。另外就是，云老师提到整个明清，我发现我用政治经济做，也是明代流动性放缓。那结合何老师，好像还有之前我们的老院长李中庆老师，还有梁晨，他们都做了就是前现代这种流动，包括计划经济时候流动。然后我感觉这支文献都挺重要，我对社会前现代社会流动，我感觉刚才提到的徐宏啊，还有郝玉啊，这些人都在，我都能找到论文，我感觉把这支文献补充上就行了。那刚才说的平民的定义啊，我感觉我是可以做，就是我不知道云老师最后说什么，就是应该我关注的就是他的财富量是多少，就是那个富贵他到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平民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吧，一个收藏家，他可能没有任何官职，也没有任何功名，但是呢，他的兄长或者他的父亲是高官。如果这样的话，在数据上体现他是一个平民收藏家，但实际上他还是在这个官绅阶层当中的，所以他这样的话呢，他就不行，就实际上他自己是没有社会跨层流动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区分。再有呢，就是这是最下边的这个平民这部分，最上边的这个皇帝这部分呢，就是清代可能我不知道那个王公贵族是怎么分的，是也划分在皇室里边这一档里面吗？就是我觉得清代这么划分还算可以吧，但是之前呢可能还是在，就是说在最高的官和皇帝之间还是有一个阶层的，就是这些传统的这个王公贵族。明代是有很多藩王的，这个藩王呢手上的这个收藏的书画也是数量相当多的，所以这个阶层我觉得还是给他留一个空间可能会比较好。好，那如果分组调整的时候可能会对你最后的这个观测结果有影响。就比如说这个，还有就是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后边你讲到清代有三个皇帝收藏家，就是乾隆、嘉庆和宣统。我后来在想这个呢，前了这个印，就是印了他们的印章，是不是就等同于产权？这可能有很大的就是范围上的差距，就是说那个前者的范围更小，但实际的产权可能范围会更大。也就是说从嘉庆到光绪到宣统之间还有四个皇帝呢，那么这四个皇帝有88年的时间，那么他们实际上对一幅画是拥有产权的，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印的话，这个在数据上体现不出来。所以就是说我的意思，因为你的分组是十年为一期，看十年当中这个官阶所有官阶的平均数，那如果把这中间的四个皇帝放上去的话，可能会拉高你的这个平均值，所以这样的观测的数据结果就不一样了。也就是为什么我就是最开始讲，就是跟我自己的感受不太一样，就是你认为从这个朝代初期到朝代后期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我对清代比较熟悉，我的从抄家的样本的感受来讲，它是往上集中的，不是往下分散的。当然我的样本也有限，这个观感可能也是受局限。还有就是我对你的那个就是图，就是主要还是对这个趋势不是太能够认同。包括就是你后边的那个散点图，时间关系我就不共享这个屏幕了。就是这个散点图呢，你提到就是发现一个 pattern， 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你从初期到末期有一个下降的，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就是朝代的分界线摘掉的话，其实是看不出来太明显的趋势的，反倒是有一个长期的，你从900多年开始到1911年，这个趋势好像如果从完全从图上来看，有一个倒 V， 有一个 V 字形，就是一开始它有一个下移，然后又往上走。可能做经济史可能会第一个想到的是，
它这个转折点在哪？那么这个转折点是在我发现是在明朝的中后期，所以我们可能会多想到的就是明代中后期发生的这些重大的经济史上的事件，比如说是这个白银货币货币白银化，包括这个就是说所有的都用这个白银来结算这些经济史上的事情，所以可能跟这个朝代的更替这个周期也许不那么对应。其实我觉得最矛盾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结论就是社会流动性越高，那么它越会收藏会越往下移，但是好像跟这个你那个散点图不太一致。比如说你说这个明清社会的社会流动性是还是比较高，但是那个清代的那个是它是下移，所以好像有点矛盾的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述清楚。好的好的，那个那陈硕就不给你时间回答了好吧，因为我们要留一些时间给观众。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观众的问题，我们收到了22个问题，太多了，当然这些问题都会转发给你。这个我们就剩下几分钟，我就自作主张挑几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好吧？好，有一个来自于这个查雷什，他的问题是：陈教授，您提到的古时书画的收藏向下倾斜，是否与朝代更替导致的盛世书画乱世藏经有关？就另外，宫廷内有没有坚守自盗的可能？比如说故宫曾经发生过火灾啊，这个书画毁于一旦呢？我觉得他前面这个问题蛮好玩的，就是是不是人的收藏偏好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朝代前中期是吧，这个盛世的话可以去收藏，那么末期可能就大家会把这个收藏品转向这个硬通货之类的。对，你可以简要回应一下，非常简要回应就行。好的，谢谢。这个是否与它有关，我感觉表述也换一个表述，就是印证了这个传统的智慧，然后这个文化上对收藏是不一样，应该是这样表述最好，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启发，我应该写到文章里面去。嗯，对，谢谢。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么再接下来我找一下哈，有一个问题。对，就是有一个来自于杨青的问题，就是名作的向下流动性是否意味着当时的经济繁荣程度或者财富的积累有一个扩大的趋势，就是由小圈子往下扩大到这个更多的人身上。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那个我因为没有做这个就是我只是把它当一个控制变量，我呢主要还关注于社会流动性，所以说呢我在文章中讨论了关于这个经济的发展，然后呢我没有太花时间去讨论这个变量的这个结果我可能如果它是正的话，那就是符合这个杨老师说的，就是这个经济繁荣程度它会有一个往下的一个趋势，这个是我回去看一下，然后呢也会多说一点，谢谢。好的，再往下我们跳到有位黄叶华提的问题，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座，获益匪浅，有一个想问题想请教陈老师，画作的流转是否受到画师人作画时的人的特征作画动机的影响呢？一个不恰当的假设例子，作画之人本身就是皇家画院，或者作画的目的就是为了进献，这样的画作只要一旦开始流转，比如说皇帝赏给大臣，必然是往下流转的，或者说大家认为名画收藏可以作为身份象征，那么是否会存在这样的假设，就是高官阶的人并不以此作为身份象征，反而是下阶层的人更热衷于去追逐名画收藏，所以说是否可以通过控制画作人或者收藏人的一些特征来消除类似于作画动机之类的一些concern。好的，这个意见呢非常的好，这个意见也是相当于是袁老师刚才提到的从供给方来讲这个问题的，然后呢提到一个，如果这个画一开始就是最高等级出来的，那它肯定是只能就相当于那个数据结构叫咱们之前讲的叫什么 concert 对吧，就它一上来就是100，它只能往下走。我觉得我可能会打包放到袁老师刚才那个意见里一块处理，然后对于这个问题呢，对于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我想把这个皇室的这个画家给删掉，就是还是那个一般的画家，这个是个挺好的建议，就是把那些一上来就是最高等级先删掉，然后看看结果是不是变化，这个很好，谢谢。嗯，好了，虽然时间到了，但是最后一个简短问题，这个问题来自于黄斌，谢谢陈老师，一个衡量指标的问题，一个高官是不是拥有名画的概率
和一个名画上有没有高官名字的概率似乎不是同一个概念。老师想衡量的似乎是前者，但数据能看到的似乎是后者。我猜他是不是想说，就是你这个高官收藏了画，但是不往上盖章，是这个意思吧？有没有这种可能，是吧？我现在在这一瞬间脑袋有点点晕，就是这两个方向到底对我是什么挑战，是不是袁老师刚才说的这两个，我得回去琢磨一下，就暂时一下子空白了一下，就这个问题很厉害。好，对，我猜可能就是有些话我收藏，但是 我说他不盖章，我没法盖章，或者没有位置盖章，有产权但是没有按照，对对对，或者我珍惜这幅画，我觉得盖章是个很 stupid 的行为，是吧？这个很丑，对，妄念天物。OK， 下面还有很多问题，包括来自于一些学艺术的这个艺术史方向的一些问题，都非常好。这个实在抱歉，没有时间在这里一一作答，我们回头转发给陈硕教授，让他来这个参考。最后再次感谢陈硕教授的精彩演讲，再次感谢袁老师、云老师的精彩点评。那么我们这学期的量化历史讲座就胜利圆满的结束了。大家可以通过在屏幕上扫码，加入我们的邮件的 list 来接收我们下学期讲座的这个信息，好吧？我们期待下学期再见，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谢谢。拜拜，谢谢，谢谢，谢谢。再见，陈老师。嗯，再见，好，李老师。